你干嘛呀？你家风扇坏了，你爸让我来修。你会修吗你？我是学计算机的，又不是学修理的。那你还拆成这样？哎呀，反正都坏了，你看，我先把它拆开，再给它装回去。万一修好了，我又留下一个生花。那你慢慢拆吧。我去切西瓜，你吃不吃啊？不吃。我家里一大堆西瓜，也不知道我妈从哪里批发回来的。杰洛，神话。神经病。不懂。你自己说，你吃多少？你要不要脸啊？我其实之前你说了一个都不吃的。我这个人嘛，就是喜欢改变主意。人家你恶不恶心？你这麻子了。别长麻子了。啊！你病得不轻啊！你看你后脑上一长。西瓜籽厉害，是我西瓜皮儿厉害。哎呀！爸妈，叔叔阿姨。啊。阿姨。你现在同意我安排小周的整个婚事了吧？我可能会同意的。妈，我先走了。你要听爸的话，好好配合治疗。等我办完注册手续，就回来接你。爸，赵方舟有来接我，真的有来接我，他都红地毯来接我了，你放心吧啊，就这样了，拜拜。怎么？你干嘛骗你爸呀？哎呀，他对赵方舟有偏见，我给他刷点印象分。那赵方舟人呢？北京啊。新学期开学这么重要的时刻，赵方舟居然还没回来，看来你们俩的感情终究抵不过距离的考验，产生严重裂缝了吧？不好意思啊，让您失望了。我收拾完东西就去机场接他。哎，你们这些谈恋爱的人整天接来接去的，这一来一回得浪费多少交通资源？绿色出行你知道吗？就应该禁止你们这些谈恋爱的人互相接送。你觉得这样的话会不会能省？喂，我话还没说完呢，谈恋爱了不起啊？